以及这个东部主委陈志伟啊，以及阮女性翻译促进会咱的吴老师前吴理事长啊，以及新理事长，各位在座谢谢咱的长辈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安，大家好。多谢我的妈妈看到咱吴姐妈妈啊，比较多。哇，不简单哈！啊，我真欢喜，我是代表台南市工商精英会啊，差不多伫台中赶转来哈。因为咱今仔日五家在成立这个服务处啊，我绝对爱赶转来来赴这个真欢喜的日子安尼哈。啊，看到来看到这么啊幸福，我非常的感动。其实呢，咱吴姐呢，是我所知影，伊是一个所谓足杰出的一个少年人，吼、哦。所以我想讲，现在呢，咱大家哦，叫有咱王老师啦，吼、哦，我拢改叫王老师哈。咱即卖大家应该心内拢有忧愁，咱即卖会使讲处伫即个政治非常即个混乱的时代呢，互咱非常的即、這个心内不安，吼、哦。啊，我本身嘛是信徒咯，会友之一安尼吼。啊，礼拜四我听到咱牧师咧为着咱五家来祝福，啊，我非常啊这个动感啊感谢安尼吼。啊，这个顶天咧，蔡英文主席来到咱台南市，阮啊甲邀请来伫阮一个爱台湾协会。伫遐，大家坐站一点真久，吼、哦！啊，我了提出一些阮的想法，甲阮的意见，吼、哦。那么蔡主席伊也拢一直甲阮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真妥善的，就大家一个互相沟通安尼吼。啊，因为呢，咱知影，咱徛起伫这个台湾，咱的成长。咱的子孙，咱的财产，拢设置伫咱这块土地顶面。咱爱疼惜这块土地，不过咱是一年过来，咱有感觉呢。目前来讲，差不多会使讲去用出不去啊，去用出不去啊。吼，你想讲迄、那个卫生署长去到卫生所这边，并不是。代表咱台湾的名义去的，是附属伫中国所属名的一个台湾区去的。因为安怎呢？阮迄天蔡英文主席来时阵，有咱这个总院长吼，是新老病院的前院长，伊每一年拢一定有去参加这个。WHO 哈是啊，所以对遐，阮会当清楚讲非常的这个担忧哈。搁、哦、再来呢，我徛伫商业界一份子，我常常有去参加真济有关目前咱拢真袂通清楚的啥物 X 法、下个法还是下个花这个问题。其实为怎样马政府到即阵唔敢甲即个内底正式嘅内容公开，互咱嘅市民来了解呢？就是伊有细节甲对方答应嘅代志，伊袂当互咱来正式去了解，了解伊可能就受到足大嘅一个阻碍，吼、哦。唔过依我所知影呢，目前伊就是联合有关嘅即个政策单位，到处搁再配合伫中国大陆。从商的一挂生意人来这改做加分的一挂改税，吼、哦，其实呢，阮有淡薄了解，就是讲，这个签落去，几乎吼、哦、有优秀人利用，总是会对咱台湾做做中小企业受到真大的这个真大会使讲生存的空间，所以这个呢，咱其实。咱心里一个百姓，咱应该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底下有要求咱的蔡主席呢，这个吼、哦，因为蔡主席公调底下有讲咱我一起出动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咱心内有不服，咱拢行出去。在因的口号内面叫做成功了，唔
唔过我请问，咱即摆后壁边咧只有村门场的选举，一场是咱十二月底诶县市长啊，甲咱即个市议员诶即个选举吼、哦，是毋是？那么咱若未通伫即个东尾诶即个县市长咧诶席次甲提高吼、哦，啊从地方来包围即个中央咧。那么民进党要安那向咱全民来讲成功了，这点爱特别的这个注意安尼吼。搁再就是讲啊，伫遮嘛，大家报告，这个阿扁总统诶开始来受到政治诶调问有关诶一寡只诶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事实阮听到这个台湾的人，阮心内拢非常的郁闷吼，啊未通去了解为怎样。啊，这个代志会安尼波浪甲即卖这个程度，不过后来呢，渐渐互阮体会着讲，哎，这个根本无依照这个政治的定数在咧行，是以人权侵害来在判断，所以安尼阮有体会出讲，这根本是敢若参像，虽然是在危害。这个阿扁总统伊个人的人权，唔过你搁加想者较深，你等于是所有台湾人的人权拢受迫害，所以这点我相信呢，咱大家应该非常的注意。今仔日咱五届伊来投入这个选举，啊，伊是伫我经营会内面担任这个秘书长，啊，我听人家讲，我讲，这个遮尔啊无安定的时阵，你哪？